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修哥又要抽奖了。不要问为什么要抽奖，想抽就抽，修哥就是这么任性。大家都知道新英雄特尔安纳斯要出了，我们就当是为了庆祝他即将告别千年的沉睡吧。这次就是要送出两只特尔安纳斯，绝对不是送你两包北海鳕鱼香丝，更不可能送你两个槟榔西斯。抽奖资格很简单，先到修哥的 YouTube 频道订阅后，开启铃铛通知并分享这则贴文，再到贴文下方留言修哥我要特尔安纳斯，就有机会获得特尔安纳斯永久英雄。少吸之后开始动作少吸。